Mmm. -hmm. 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三百八十六页，第四显示见性不失。这个题目最主要是说，显示众生虽然颠倒，但是见性并没有失去。 经文：阿难及从坐起，礼佛合掌，长跪拜佛：“世尊，若此见闻，必不生灭。云何世尊明我等被疑是真性，颠倒行事？” 愿心慈悲，喜我成垢。注释：明我等辈，就是称我们这些人。一观。阿难，此时即从坐起，啊，即从坐而起，礼佛之后，合掌长跪而拜佛言。 世尊，若此能见能闻之性，是如世尊方才对波斯匿王所开示的，是必不生灭的。那么，云何世尊在先前切明我等辈人是疑是真心本性？ 而为颠倒形式之人呢？唯愿如来在大兴慈悲，以甘露法水洗切我等之无名，成垢。这个无名啊，包括维系还有粗造。最强烈的。 就是妄动，唯细的妄动而不觉知，这时候衍生出来的会有两层的障碍：一就是烦恼障，二就是所知障。所谓烦恼障，无明，它是莫名其妙的就就动念，啊、呃，无明像一阵风。 无可捉摸。那么这个无名啊，当他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，他的坚强的个性习气就很难自拔。那莫名其妙他就会烦恼，莫名其妙他就是卡在那个地方，就是怎么样都跳脱不过去，没有这个能力。那所智障呢，就是后天所学习的。 所知道的，啊，这些语言文字音声，意识形态又变成一种障碍，所以这个烦恼障、所知障所构成的这个无明啊，很难去除。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见性，没有波罗的思想。 所以挣脱不了那种强大的啊，没有方向。有时候无名一下子从东边来，一下子从西边来，任何的时空它，它会都会产生无名。有时候人家不理他，他自己也会产生无名。这个就是如来藏性淹没了，无名做主，无名做主，所以。 修行要从心性下手，就像洗衣服一样，这一这一颗心必须彻底的洗、洗净、洗干净。要从自信中洗，重复的一直训练，把这个脏衣服的污垢全部洗干净。我们的心也是这样，啊，所以法易钝易见，所以每一种。 都必须有点滴的功夫，慢慢的累积才有办法。就讲到这个无名成果就是这样，烦恼障、所知障、微细无名、出躁的无名，概括通通叫做无名啊。无名就是祸，啊，祸就会造业，造业就会受苦。三百八十七页经文。 即使如来垂金色背，轮手下指，是阿难言：“如今见我母多罗索为正为道。”阿难言：“世间众生以此为道，而我不知谁正谁道。”佛告阿难：“若世间人以此为道， 即世间人将何为正呢？阿难言：如来数倍多如绵手，上指一空，则名为正。佛即数倍告阿难言：若此颠倒所谓相幻，诸世间人一倍沾视，则知汝身以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。 如来之身名正片之，奴等之身好性颠倒，随奴地观，奴身佛身称颠倒者，名字何处号为颠倒？于是阿难与诸大众邓蒙瞻佛，目经不顺，不知身心颠倒所在。翻过来。 三八八注释：摩多罗手就是印也。佛说法时常结手印，那修过密宗的都知道啊。那我们显教的，那么很多也都有放蒙山的习惯，这种功课。 所以结手印呢，变成大家都很熟悉了。说佛法，哎，佛说法时长结手印，表示与所说的法是相应的，啊，并有加持意，所以称佛所为保守印。若此颠倒，所为相幻，诸世间人宜被瞻视。 首尾就是上下。此言若将此手之上下颠倒一下，首尾交换一下位置，你们便称那是正，或者是那是道。这实在是世间之人以加一倍一之迷子之言，就是迷上加迷了。 来沾是持本物正道之相的手，以手本来就没有正跟道，而你们一定要把指端上指之相称为正，这已经是迷了。若再见手指之上下交换，而将指端下指。 便进而称那是道，因为此道相之际是从先前迹上执为正而来的，即正已经是迷了，于实在无正相之中即正，际在以正迹而起道迹，也就是迷上加迷。 故是加一倍的迷值。这如来之身名正片之，如等之身好性颠倒。这如来之身名正片之，就像手之上指名为正，佛是大悟了，悟、哦、如来藏性啊。而汝等之身好性颠倒。 为什么叫做颠倒？就是处处找，处处分别，啊，习气断不了。所以犹如手之下指为道，然手本身实无正道。手比喻作每一个人心佛众生，其实是三路差别。啊，这个这只手本来没有所谓的正跟道，为什么同是一只手啊？只是摆的方向不同而已啊。 这正跟道，但是假名啊，并无其实啊，实并无一法名为正手，也无一法名为道手可得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真心本性生佛本来就是一如的，它本身实在是无所谓的正，也无所谓的道，正道都是名相啊，这正道但是假相。 但是假名，无实体可得。为什么无实体可得呢？因为都是缘起，都是性空。缘起就是无自性，本来就一切法无生。所以禅宗叫我们参“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无生法忍。啊，诸位这样子能不能体悟？不能体悟，好。 现在讲一个例子，譬如说，我现在从台湾坐飞机到美国。现在讲无神法的，你要好好的体悟。现在我们坐飞机从台湾坐到美国，诸位有没有到美国？有没有到美国？哎，现在要站两个角度了。 站在事项上来讲，从台湾坐飞机到美国，事实上它就是有。这个是站在缘起的角度，从台湾移动到美国，这是事实。诸位，再更深入一层的冷静的剖析一件事情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。这个色身，慢慢把它减少十岁。 十岁前，二十岁、三十岁、四十年前，或者是我们老一点的五十岁，再进一步，父母还没有生我们的时候，现在回归到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，我们在哪里？没有，没有认识一个台湾，也不认识一个美国。好，父母没有生我们的时候。 现在慢慢由这个角度来理解空性的道理是什么？啊，我们本身并不存在。佛法它是总观，总观就是说，我们父母没有结婚，没有生我们，我们到死化作一堆白骨也没有。从毕竟无缘起，父母结婚变成小宝贝出生，慢慢把我们养大，慢慢把我们养大。 在养大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每每一念、每一个缘起，都是生命无常，都是生命无常，都是缘起，都是无自性。好，父母没有送我们，毕竟无；现在出生了，哎，变成缘起，毕竟有。这缘起是刹那生、刹那灭，一年生又一年灭，吃的东西，消化、新陈代谢。 慢慢慢慢，我们生老病死，死亡火化以后又变成一堆骨灰，又变变成从毕竟有又变成毕竟无，所以生命它只是个缘起缘灭，生灭如幻的不实在的，而我们不能体悟，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定位是事实的有，是实实在在的有。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，而事实上，究竟来讲是没有，因为他诸法是毕竟空，所以法必须从理上来讲，和从事项上来讲。从理上来讲，一切法本质无声，因为一年生它就是无声。一棵树也是这样，小小的。 慢慢浇水、施肥、阳光、除草，这棵树慢慢成长、开花、结果。我们吃到的水果，万法无一法不是生命无常，万法无一法不是缘起，而不是缘灭，而必须把这个角度放宽到整个宇宙。整个宇宙就是四大种，在演一出戏呀、啊，在演一出虚妄的戏呀、啊。 哎，演了一出希望的戏，但是我们却看不透这个缘起的假象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一切法无声。没有办法理解，就是因为我们对毕竟空的道理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领悟，所以我们总认为，哎，这个事事实上就是有啊，这事实上就是。 从台湾到美国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这个是站在缘起的角度说，它就是有，所这个就是所有世间都必须在缘起同时定位。你在缘起的假象里面同时定位，在假象里面突破，在假名里面突破，究竟分析起来，我没有实体可得，没有的。 这诸法本来就是空的东西。佛陀是真理的发现者，而佛陀就是第一个去发现这个法性本来就空。原来整个宇宙完全只是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七大在循环，在循环，啊！而我们从一出生。 打从出娘胎就是意识，就是执着，加上后天的教育，就是语言，就是文字，就是学历，所以那个所子障就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因此就变成有正等正觉的正偏知啊的名词，也、yeah, 也有众生颠倒性的众生。 所以，当你就近悟的时候，没有东西可以修行，方便说，你必须要借重四项修行，磨练呢、啊。就近义来讲，没有众生可度，自信本来就空。这个宇宙，不要说我们现在啊，父母未生前。 整个地球在四十六亿年前，这个地球根本就不存在，哪来的什么山河大地、日夜星辰？现在不要说以我们八十岁的角度来讲，以整个地球四十六亿年的角度来讲，根本地球根本来就是不存在的，是缘起的太阳系初创的时候到今天，经过冷却，经过下雨。 啊，经过有机物，经过阳光，变成的 DNA，哎，变成有机物、啊，它就是这样子一直转化，啊，然后从海中单细胞、多细胞，再来两栖类，再来人类独立，因为时间、空间、饮食不一样，空气也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恐龙的时候，你看那体积那么大。 那个时、空、空气都完全不一样，这体积就很大，时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如此的来理解跟体会，啊，没有众生可度，没有行可以修，也无佛道可成，心如如不动，进入叫做万法一如，性相本一如。 也无所谓的住，也无所谓的无所住，这个都是头上安头多余的东西，啊，慢慢这样理解就了解一切法无生本自如。所以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若生实不生。说去啊，实在有趣。说往生极乐世界是的的确确有，可是就本性来讲没有。 没有，说婆就是极乐，极乐就是说婆。可是对凡夫来讲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，你不能说台湾就是美国啊，对不对？就就近空义来讲，没有台湾，没有美国啊，因为连地球都没有啊。就事想来讲，就事实上就是有台湾，事实上就是有美国，事实上就是有恶劣的环境，事实上就是有好的环境。哎，如是慢慢的体悟。 必须站在四相缘起的角度说，站在一切法无生的理来说，然后四相不坏理，理不坏事，如是法异顿，就是理无生，法意见，就是必须试修，必须要磨练，一点都逃不掉，如是体悟哦。好，底下看这如是，佛生称颠倒者。 名字何处号为颠倒？汝生，汝等之身、汝等之身，以佛身来做个比较，你们被称为颠倒的啊，是在你们身上的哪一处嘞？这颠倒之名应安在你们身上的哪一处？如是即知颠倒不可得，颠倒之处不可得，颠倒之相也不可得。所谓颠倒者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诸位。 通三藏十二部经典，就是这八个字：万法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你像历史记载的，慢慢看。啊，什么是秦始皇？什么是汉武帝？啊，那什么是唐太宗呢？什么？谁是慈禧太后啊？ 啊，有没有这些人？啊，事实上是有啊。啊，有没有这些人？啊，事实上就是没有啊。到现在只有变成历史啊。人类的活动就会变成一部历史啊。所有的活动其实都是空，所有的空不坏事项它就是有。有时生命无常，所以不可得。方便说有，有但是缘起，方便说。 是有，所以万法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整个哪一个是长是短？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们不必到等到黎明终的时候才发现，所有的争执完全，在一个了生死的圣者来讲，真的完全没有意义。一切众生都在把生命虚耗在没有意义的活动。 你完全对觉性没有帮助，只有学佛，法界唯一是一真，生佛共此一真，一真就是绝对的心性。所以经典你注意看哦，每一部经典他都叫你回归心性，离心性说法就离开第一义谛说法，心性就是第一义啊。 离开第一地说谎，不明正法，名为相说。华严经讲一真法界，注意一真法界难道不是如来藏性吗？就是绝对啊！啊，为世学讲大圆净智，大圆净智难道不是如来藏性吗？哎、啊，信中讲。 啊，人人呢、啊、都有佛性，诸法毕竟空，毕竟空不是不是绝对，不是如来藏性吗？啊，一心不乱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，这不是佛性吗？是三昧成就，不是佛性吗？华严叫你开采佛性。 法华经一时相，一时相就是无相无不相，就是佛性啊！啊，唯是邪，大言镜智就是开采佛性啊！念佛念到三昧，就是叫你开采佛性啊！禅宗即心即佛，就是叫你明心见性，开采佛你的佛性啊！这没有开采佛性，你怎么成佛呢？佛想你看看啊，你有没有？佛是这样呆呆的念吗？哎，就是要用。 般若智慧念佛，用真如本性念佛，一念即一切念，一切念不离一念。所以，我们重视思相上的训练，也重视理体上无声的体悟，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佛弟子。啊，如果年岁也大了，经教实在是困难，那就好好的在思相上磨练，就发一颗善良的心，就好好的无争，好好的念佛。 就安心去吧，你就像属马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属马问叔什么是禅？我公，买壶啦，啊怎不开壶的，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好好的念佛，好好的念佛，啊！说法界为是一真，生佛共是一真，邓猛啊！ 蒙就目不明也，闷啊！此即目瞪口呆，心中迷闷不解。一观，即时如来垂下其金色背，其网轮手向下指一地，以此是阿难而后言：如今见我母多罗宝印之手，此手为正亦为道。阿难言：世间的一切众生。 皆以此手势为道，而我时日不知应说谁正谁道。佛告阿难：若世间人是以此下旨的手势为道，即世间人将何者称为正的？阿难言：若如来竖起手背，而且将多罗绵手上指一空，是空是指虚空。 世间人则明这个手势为正，于是佛即如阿难所言，而数倍之空，然后告阿难言：若将持手上下颠倒一下，就是把手颠倒一下啊，首尾相换一下，而世人就把它改称为是正的手势。 此乃诸世间人以加一被迷子之言来瞻视此本身并无正道的手。意思就是我们如来藏性并没有所谓悟跟迷这个名词，所以大悟的人没有悟，也没有迷呀。那个都是头上安头，有此手之正道作为比喻，则诸如等众生之身。 以诸如来之清净法身互相比类，则可开发明了。如来之身虽名为正片之如手之正，而汝等之身虽好为性颠倒，如手之道，而是同一性。正如手虽落现在啊，现有道。 正之相，而实只有一手。说我们有成佛，其实就是那一颗心，觉悟的众生心就是佛。哎，同样是那一颗心，世尊成佛也不离开众生那一颗心呐、啊，直向无心呢、啊。啊，那我们佛性迷了，迷了就做众生。 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会不会用，肯不肯把佛性的般若智慧用出来，这个就是重点。啊，儿时只有一首。是故，现今随奴地观，奴身与佛身，这个实际比较来看，你们的色身上，所以称为颠倒之身者。 此颠倒之名字，因阿尼身心中之何处，而得真正号为颠倒，也就是颠倒在如身之何处，是哪一个部位颠倒了？其实是心呢，将颠倒拿来啊！将颠倒来，拿出颠倒来，我看呢、啊，以此时阿难以诸大众目瞪昏蒙而瞻视佛。 因为上不去，下不来，既没大悟，一时心又被迫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目睛不顺，一动也不动，然皆不知自己身心颠倒之所在。前论在此段中，阿难答佛：这世间众生以此为道，而我不知谁正谁道。这个是啊，此为阿难不明白佛的用意所在。 因为前面屡次回答都被啊佛所呵斥，现在看佛把手指上指下，现在看佛把手指上指下，然后把这个问题来问他，他实在不知如何，梦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现在学乖了，所以不敢乱答。 也不敢看到什么，就照常情来打。所以就把责任推给一切众生。世间人是这么说，并不是我说的，不要骂我。接着世尊也不以他为难，就顺势说：若世间人以此为道，即世间人将何为正？ 一来免去他的责任，二来随顺世间人语，三来又可再引阿难发言，否则阿难就不敢接枪了。复次，相有改，性不迁；手的方向有变，而手本身实在是只有一个。手虽然有上下正道之名相，而以手本身实未尝有真损。 然凡夫见相，取相着相依相立名寻名取实。这句话你看平凡可就是关键了。什么叫做凡夫？见一切相就取一切相，便着一切相，便以缘起的假象，不知道它是必定败坏的，以假象而立种种的名。 啊，寻名就起时，就开始争论不休，执着种种的名相，这是个字，坚固不舍。坚固不舍，后面就接什么？就接一切痛苦就没有办法平息。真的面红耳赤，原来是忘。搞个一较长短，原来是忘。 活得痛苦不堪，原来是妄。我们竟然在虚妄的假象、名相，老死醒不过来，清醒不过来。为什么若见诸相，非相即见如来？为什么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？为什么菩萨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？ 在在处处都告诉你，啊，破一切相，放下一切假象，在在处处都告你，告诉我们，佛性一定要用出来。啊，为什么佛当时在世的时候，按照经典啊这样记载，那一千两百五十个阿罗汉这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有威仪，啊，在佛的教化之下。 大家都证得空性，都无真。为什么？空性不可争呢、啊？空性不可得啊！哎，就进入每一个人都进入解脱的状态。这个团体哪来的争执呢？底下，而不知所有正道等假名、假象、真境实性。 时未曾改意，或者是失去，由此可以知道一切众生之见性。迷则与悟者皆无得无失。迷时虽好颠倒，但即使正在颠倒之时，也并无有少法失去。悟的时候虽称无道，但也无得无真。为什么？如来藏性本来就是存在的。 其所得者，只是本有的保明妙性。虽然如此，但此见性可随染缘而成就如患，如幻九界生死，不失而是失啊。这个见性若随最上的净缘即如化啊而成佛界自性涅盘菩提，非得而是得。 以此吉利甚为深奥，所以大众邓蒙惊闻。佛行慈悲，哀悯阿难及诸大众，法海潮音，骗告同会。慈悲慈就是娱乐，悲则拔苦。诸位说要做菩萨不简单的哦，真的。 要做啊，啊要写小圣的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小圣跟大圣呢，小圣他比较重视四项。了。哎、啊，比如说在比丘戒里面这样记载：啊，说一个女一个小姐掉到水中，掉到水中。 大小圣就差别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披小圣的袈裟走过去，看到那个小姐快淹死了，小圣可以这样讲，对他这样讲啊，那是你的业。哎，就是明明可以救的小圣，为了持佛的接力，可以不用救的，不犯的。我为了持佛的啊境界，我为了持戒清净，啊。 旁边都没人，你明明可以救，你持小圣戒的可以不用救他。我为了清净比丘戒，怕坏了佛的清净戒，所以手不碰你种。哎，坚持佛的戒律，这样不犯，真的哦。比丘戒是这样的，哎，这个在大圣不行，这大圣不行啊。 大声要怎么样才犯呢？哎，把这个女众拉上岸的时候，这广化律师讲，立刻要放手，还不能动念喽、哦。救起来，她可以呼吸，就要放，立刻要放手。哎，所以说，哦，这个小姐皮肤很白，再摸一下不犯。 虽然人是你救起来的，就是不能碰。这个是大圣心戒，你可以救他，但是不能碰他。这个大圣菩萨的心戒就是这样，不犯，在菩萨界里面不犯，就是这样子。大小圣差异很大啊，大小圣差异很大，为什么？比如说啊，在比丘戒里面，佛在世。 啊，如果有人去多播，鱼肉生食熟食，就知道佛在世的时候没吃素，好，对不对啊？这这比丘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就是你供养什么我吃什么，就是方便吃，在大圣菩萨道里面呢，食肉得无量罪，畜生无益。你看这菩萨界里面又变成这样，所以小胜他认为，毗卢遮那佛所说的大圣菩萨界是不存在的。 他问：“毗卢遮那佛是谁呢？”他们不承认有三生佛、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他们只有承认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你到南传去看他们的修行方式，啊，跟北传的大圣的思想的完全不同，某些有共同处。 杀道银就有共同处，但是那个心差距很大。我们讲观念呢、啊，差距很大的啊。因此啊，要讲慈悲啊，这慈与乐，悲啊拔苦，要讲慈悲这两个字啊，要让众生快乐。 所以必须讲柔软语，用柔软心，用柔软的态度。所以因此啊，在哲学家里面讲那一句话，我很认同。哎，生命态度决定你的一切，你用什么态度对待人家，你就会得到什么果报。态度，你。 今天是上班族，你的上班的态度是什么？你今天你要学佛，你的学佛的态度是什么？所以态度决定一切。你是用什么心来学习佛法的？你的心态。那因此啊，要做到这个菩萨悲，要把一切的痛苦。 还无苦不拔呢，所以修比丘的很容易咯，哈，当然也很难了。晋级成菩萨就更难了。那你可想而知，还进入佛的领域了。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是怎么来的？就是禅无内外，就是悟到我们这个色身，跟宇宙的万物的众生，这是一体的。 绝对不忍心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啊，一棵树，一枝花，一根草，没有必要的时候了哈。所以，因此啊，要进入佛的灵域啊，了解没有内，没有外，融入心就是宇宙，宇宙就是这颗心，平等的。 以下说大慈一切众生乐，大悲拔一切众生苦。海潮音，海水之潮汐不为其食。海潮音即彼无念无求而能施与，犹如海潮应不施时，这三个字就是海潮音最重要的诠释。不失去恰到好处，度众生也是这样。 说法也是要恰到好处，那个一年不祭祖都不来，正如海潮无言大悲亦如海潮，无有爱憎之分别。一贯佛即兴起慈悲之心，为了哀民阿难及诸已会之大众，而发如海潮一样的不思其食，善思。 无分别的妙法音，骗告同会之人。三九三经文，诸善男子，我常说言：色心诸言，即心所使；诸所言法，唯心所现。如身如心，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。 银河汝等疑失本妙？原妙明心，保明妙性，任物中明。注释：住善男子，这是包括了与会的示众，而以善男子为代表。色心诸缘，色为色法，有十一种；心就是心法，也就是八世心王，有八个诸缘。 指新的升起所必须的四缘：清因缘、真上缘等无间缘，又名次第缘、所缘缘。这个我们在唯识写都讲得很清楚。心所识，也就是心所有法，共有五十一个。这个我们在《白法明门论》也讲的非常多，其中包括片形心所就是五个，别境心所五个。 善心所十一个，根本烦恼心所六个，随烦恼心所二十个，不定心所四个，这五十一个心所法，因是受心王所驱使者，所以称为心所使。三百九十四，诸所言法是指心不相应行法，共有二十四个。这二十四个法不属于色。 心二法，且位于心法、心所有法以及设法不相应之有为法的聚集，分为假立。啊，分为假立就是不是色，不是心，不是心所，但是不离色，不离心，心就是心王，不离心所，叫做分为假立。以小胜说一切有部的说法，则为在设法。 心法以及心所有法之外，另有与心不相应之实法，其体系有为法，又为五蕴中之行蕴所设，所以称心不相应刑法。经部以及唯识等主张心不相应刑法，乃于色心之分位所假立的，并非实法。 非实有体，啊、呃，是非有实体。这二十四个心不相应行为，啊、呃，心不相应行法为得命根众同分一生性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。